老师，我不能顺着讲，只能倒过来讲。那你就倒过来讲。好，就是大老虎无正经，无法无天一锅粥，小孙子不讲理，骗钱的是赵老师。新疆的姑娘们会跳舞，我们舞蹈小班的姑娘们也会跳舞。看这些可爱的新疆小姑娘们跳着舞来了，请欣赏新疆舞，掀起你的盖头来。Thank you.
我是二十二。
级学生的诗歌比赛和合唱表演。合唱歌曲为送别。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在这个学期学习了很多古诗，同学们，现在我们来进行个古诗比赛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喜欢。我也喜欢。我一定能得第一名。可是老师怎么比呢？对呀，怎么比呢？大家别着急，先听我说，由我说出诗的开头，你们接着往下说，我们看谁说的又快又对。好，老师开始吧。大家听好了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给一层千里目，登上一层楼。亮亮和琪琪背得不错，听着下一首的开头是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安琪真行，这么快就背出来了。龙岩认真听，你也能行的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对，大家都背得好极了。下面我说古诗的最后两句，看谁能说出前两句。第一首的后两句是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它的开头是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很好，下面一首的后两句是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那这一首呢？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我来说，后面我知道。临席觅觅芳，一恐迟迟归。学得很好，能背这么多古诗，看来这次的比赛很难分出谁是第一名。我们个个都是第一名。同学们，这次的古诗比赛你们表现得都很棒，马上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，大家就要各自放暑假去了。在此离别之际，老师送给你们一首送别吧。Thank you.
下面我们颁发的是优秀奖，请郭林老师、马石老师和杨中秋老师为获得优秀奖的同学颁奖。先请老师到台上来。王一帆、龙岩、张瑞奇、辛文清啊，我们祝贺这些同学，请到台上来领奖。请见到名著的同学抓紧到台上来领奖，同学们站成一排，同学们站成一排 ，OK。我们用掌声鼓励这些同学获得优秀奖。学的生日，大家忙着去给大象过生日。请看周末作业，周末表演的大象过生日，我的朋友都要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的朋友都要来。我们是小鹿，我们也来了。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，谢谢，生日快乐。我是小猪，我也来了。我是小老鼠，我们也来了。现在大家都来了，我们给大象唱一支生日歌。好吗？